开始讲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大朋友。好好，为什么好好的毛有一个好好的毛毛虫的大棵树叶上面，好的毛毛虫还可以从蛋里面爬得出来。星期一他吃了一个苹果，星期二他吃了两个梨子，星期三他吃了三个酸梨，星期四他吃了四个草莓，星期五他吃了五个橘子，他终于好，而且他吃了一个巧克力蛋糕，吃了一个小黄瓜，吃了一个热狗，吃了一个冰淇淋，然后他肚子好痛了，他吃了一个叶子，好舒服啊！然后他嘴有一个卷卷，然后他站不起来。我点了我的故事，讲完的事情，大家好，来。